比较特别，因为这首歌我们花了蛮多时间练习。这首歌它的歌名叫做，我先把歌名讲出来没关系吧？没关系。好，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《情歌王 4.0》。对，为什么叫 4.0 呢？就是因为它已经改版了第四次了。对，情歌网顾名思义就是会有把很多情歌串在一起的一种舞曲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样你 OK 吗？然后跟大家讲讲话，好像大哥。你想要大哥吗？你其他一个带的是情歌王 4.0， 那就是因为谱很多，所以然后又很难唱，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一下。OK， 那我们要开始了。好 ，OK。